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去那里啊。我们现在就去那里啊，就去吉北科，去那个情侣那里，那个哪里、啊、然后情侣那就看那个村庄，看那个桃花嘛。桃花。到丽江怎能不赏花？在丽江背包十年，和小龙他们重逢，也遇到了在雨崩村认识的德哥。我们相约一起出发去吉百科赏桃花。哇，这真的很美哦。吉百科位于石鼓镇石鼓村简木科小组，延绵的大山就像把吉百科捧在手心一样。三月才来，200亩桃花盛开出满园春色，在春日下裹着暖意，显得格外的诗情画意。粉红的花瓣，鹅黄的花蕊，沐浴在温暖的日光下，映着蔚蓝的天空，娇羞可人，老夫的少女心呢、啊、多停留一会儿，心都融化了。你们这全是种的桃树啊？以前是玉心草啊。那为什么不种玉心草？这一年不管钱嘛，这挖根的那些就苦了。挖根的那些一天100多斤，好的那个是200来斤。全是用锄头自己挖啊？就这么粗。啊，现在桃子一年能挣多少钱呢？桃子嘛，记得那一年嘛，还是4-5万。这么多的田，多的那些嘛，10几万。啊，多的。多的那些。13-14万，那可以啊。我们就田少，我们家7个人只有4个人的田，3个人的田都没有。那你们主要收入就只是这个桃树啊？没种其他了啊？就是。你们这个村就这块地？就一点点，多的一点都没有。那你们这个村也是一个大姓啊？徐的，姓彭的。姓马的，姓张的，周的，姓王的，都是一。啊，10家9姓。那之前怎么搬过来的？怎么在这里住呢？我还不是四川搬过来的。四川过来的。四川人哇。你们是四川过来的？福顺那边搬过来的，全部都，这些全部都是那边过来的。嘿。我们老父亲那些都是在四川福顺那些搬过来的哇。哦，全部四川人，中间都是汉人，你不见都是讲汉话啊？人家从这里翻上去，那些村子全部都是普子村，那几个北子，全部都是。哦，就是这个村。以前我们父亲家他们是抓兵抓逃难逃过来的嘛。啊，逃难逃过来的，是几年？我看38年吧，38年他们就过来了。38年过来的。和阿姨聊天。讲到村里的主要农作物和这个村的村民，基本都是四川逃兵荒过来的，这一趟也算是他乡遇老乡了。有人说，秘境向来总为人所不知，所以世外桃源才显得格外珍贵。我们无法想象当初老一辈的人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选择背井离乡，到了这里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困难，从无到有的生活该如何下手。经过几辈人的艰苦奋斗，才有了今天的吉百科。在时间的流逝中，会不会想起最初的故乡呢？早些年，村民们大多种植玉米、土豆、鱼腥草等农作物，收入微薄。现在他们种了雪桃，养了蜂蜜，游客们过来可以在这里赏花、品蜜、摘果子吃，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较大的改观。走在林间，不时传来几声鸟叫，以及林间的鹅叫。站在花间，朝村里望去，灰瓦白墙，庭院人家，村民劳作其中，眼前仿佛一幅油画，我也置身其中。确定不待下来吗？不住，还是回去吧。确定不待下来玩？回去啊！明天起来鸟语花香哦，多好！好，我们走吧。去。
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对对对，还是有的。你明天你都早，明天早上的火车吧，我去普洱，普洱见。对，明天晚上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本来我们想在这边住一天的，但由于同行的德哥，第二天要出发去普洱，只能作罢。那只能留下一点记忆。世界那么大，不是每个地方我们都能再去一次。再见了，几百颗。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，从人间到天上，从天上再到人间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们将驱车前往一座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纳西族村落——宝山石刻城，一个在巨石上造成的村落。感兴趣的话，就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呗。